好听，我也想学二胡。这里有专业优秀的师资，系统全面的教学，专业细致的讲解。那么在拉推弓的时候呢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。第一个，弓子要落在琴筒上；第二个，弓子要平的；第三个，出弓和推弓的角度方向是要一致的。在运弓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一连串的动作，就是一弓接一弓去怎么去演奏的。所以在运弓的时候，它的诀窍就是一对一作业指导监督。还在等什么？初级班下周开课啦。跟着弦音老师一起学二胡。